2013年3月，在贵阳市戒毒中心接受了2年治疗的坤坤，迎来了自己回家的日子。心理医生李萌受到花溪区阳光家园的委托，前来迎接这位新员工。作为家园聘请的心理咨询师，李萌将为眼前这位瘦小的姑娘采取心理干预的方法进行后续治疗。一个好的决心是非常重要的。司机同志会带着我们和你过去的生活告别了。那我希望你下次再来的时候一定是拥有自由的。然后现在看车窗外，然后跟过去的生活说再见。花溪区阳光家园位于贵阳市郊区的山坡上，它是当地的政府禁毒部门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联合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企业家，为那些下决心终身戒毒的人员提供的集中安置场所。我们现在有一张图示，是一个家长，就是我们说的是认可的。当坤坤来到家园的时候，这里已经招收到了28名有决心彻底戒毒的员工。在中国某些地区，当吸毒者在戒毒中心戒掉毒瘾后，10个人里就会有8到9个人重新开始复吸。之所以彻底戒断毒品这么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遭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找不到工作，在空虚无聊的生活状态里，很容易再次用毒品来麻醉自己。因为在别的地方，他们容不下我们这种人，就特别歧视我们这种。阳光家园就容纳我们这群人，让我们改过自新，重新走人生的起点。和坤坤在一起工作的都是像他一样的戒毒康复人员，所以彼此之间没有歧视，有利于他们找回自信，找回自我和自尊。这种由贵州省政府和公安禁毒部门发起的集生理脱毒、身心健康、就业安置、融入社会4种功能为一体的新模式，被称作阳光工程。它是以安置企业为载体，以集中安置作为核心，其他分散安置的方法作为补充的一种社区戒毒康复模式。要翻几斗了？看出来没有？这个人需要有一个支撑的。我们这位讲解儒家经典《弟子规》的退休教师是家园聘请的阳光妈妈。李萌发现，很多吸毒人员都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不到父母的关爱，而走上自暴自弃的道路。所以他聘请了一些退休老人来充当替代性的母亲，把家园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概括了这个《弟子规》的整个内容，我们将逐一讲到：圣人训，守孝悌，自谨信，泛爱作，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你可以睁着眼睛，也可以闭上眼睛。你现在非常的放松，现在开始吸气。虽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李萌受到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那些治疗方法都只是针对普通人的。要对戒毒者进行心理脱毒的治疗，在全世界都还没有成熟的经验。他目前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在黑暗中的摸索。他有多少成功的把握呢？坤坤来到家园的第一步是要做一个催眠的治疗，他可以通过回忆和梦境释放坤坤内心中的压力。
到今年为止，坤坤吸毒的生涯已经有整整18年了。2年以前，在最后一次走进戒毒中心的时候，他全身的血管已经开始萎缩，需要在大腿根部的大动脉处注射才能满足毒瘾。到了这一步，就已经离死亡不远了。坤坤是贵阳市花溪区人，1996年开始吸毒，那时候的他正值16岁的花季。原来的那个男朋友也是我的初恋，我就和他，他是先吸，我觉得好奇，我就跟着他一起吸。18年里，坤坤先后5次被送进戒毒中心治疗。但每次康复出来后，都经不住毒品的诱惑，再次复吸了。如今他已年过30，对一个女人来说，应该很快的结婚生孩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可他还有能力彻底戒断毒瘾吗？由于刚刚从戒毒中心回到社会，坤坤的身体还比较虚弱，所以李萌把他安排到了室内的厨房组工作。跟他一起工作的还有罗秀颖。罗秀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因为工作繁忙，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很少给予关心和爱护，导致他结交了许多不良青年，把他带上了吸毒的道路。罗秀颖很爱美，有时会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她内心里在想什么，从来就没有人知道过。吸过毒的人怕受伤害，通常会把自己的内心世界隐藏起来。刚来家园的头几天，坤坤心情舒畅，觉得自己彻底戒毒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他有一个好榜样，那就是员工们的班长李敏。李敏和她的丈夫都曾经是吸毒人员，为了筹集毒资，两口子成了花溪街道上远近闻名的雌雄大盗，甚至有的超市贴出他们的画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防范。花溪阳光家园建立以后，李敏是第一批来到这里上班的戒毒者，在1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次都没有复吸过了。领导去检查的，今天是哪个值日？咋个，俺们就罚10块。坤坤喜欢的人还有副班长赵青，觉得他很有男子汉气概。赵青负责班上的文体活动，不多久他也教会坤坤能够在早晨带操了。虽然李萌通过对坤坤的爱护和关心初步建立起了他对自己的信任，但李萌的心里还是感觉到七上八下的。吸过毒的人都被毒品损害了神经机能，心理状态非常的脆弱，盯得再紧也可能会出现反复，保不准下班以后就去购买毒品复吸。李萌觉得对坤坤的心理干预还得抓紧进行，正当他筹划下一个治疗环节的时候，一个突发事件却打断了他的进程。次日清晨的班车上，员工张涛和赵青打架了，
事情的起因是张涛骂人，对赵青的母亲出言不逊。你有情绪，然后要发泄出来。这个位置痛吗？这个呢？疼。不良的情绪就会在身体上留下一个。疼，我到底往哪疼？谁让你自带？疼。这个叫承山穴。疼。你就是喊就行。疼。就是喊就行。现在你告诉我，你带刀了没有？没有带。你去的？没带。非常好。我要用正确的方法处理问题。赵青老师，我用正确方法处理问题，经不管他是现在经过他了。赵青在张涛和张涛赶过来的家人面前诚恳地赔礼道歉，终于平息了纠纷。不得样子啊，不得样子啊。为了教育赵青爱惜生命，远离冲动，李萌和杨方红主任到他家里家访。我说是别的单位连那个药里面连提到都怕了，给你吃药的提到都怕死了，我们亲戚朋友都远离我们嘞。我有时候我想起我的眼睛一个，有时候为了我哭得太多，哎，不好意思，晚上人家躲到自己想起一个人哭。哎，加上我这糖尿病嘞，好了，这眼睛就不一样。那母亲活着是为你活的，可以这样讲哈，老弟啊，可以这样讲。那么你就应该反过来，你就为他，为你俩，为他活着。他现在就是你的唯一支撑。如果你稍微闪失，那父子两个给你支撑都没得啊，你叫他带到市场还有点意义，还有点意义。赵青父母离异后，因为没钱上学，初中时就辍学在家，从此在街头扒窃为生。15、16岁时，赵青开始吸毒，到现在有10多年了。他的母亲为此哭瞎了双眼，因为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已经有7、8年没下楼了。对吸毒的人来说，这母爱就是内心里最大的支撑。这个如果你能做，你简单的去做一些记录的话，像打架这样的突发事件在阳光家园经常发生，这又是让李萌感到力不从心，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救火队员。刚刚平息完赵青的矛盾，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发现坤坤和同在厨房工作的罗秀颖又吵架了。坤坤刚才说罗秀颖吵架了，医生刚才说你讲话了，医生诬陷你是不是嘛？啊，医生连老人格都不要啊，诬陷你是不是嘛？那医生怎么的嘛？医生让你讲呢？人家医生讲的都不是。医生就是，你们不要在这闹，人家电视台还在这里，你们在这闹起，让人家笑话。医生就绝对喊不要闹，不会是让我来问你。确实吵得起。原来罗秀颖做饭的时候偷吃了几个西红柿，坤坤发现后报告了李萌。李萌让班长李敏提醒罗秀颖下次注意。罗秀颖就认为坤坤打他的小报告，所以找他吵架。这次吵架事件让李萌感觉到之前的工作都白做了，因为要在心理上切断对毒品的依赖，首先就必须保持内心的平静。李萌需要马上对坤坤进行心理减压，留下痕迹。你骂我了嘛？你骂我难听，我喊你更难。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太气了，凭什么骂我？我又没逗你惹你，你骂我干什么？和妈妈血脉相连，记住这种安全的感觉，在母亲肚子里母亲给你的保护。这是一项名叫重回子宫的心理治疗。坤坤跟自己亲生母亲的关系并不融洽，这位阳光妈妈能够提供替代性的情感安慰，让她重新变得开心和阳光起来。往前走，妈妈相信你一定会坚守
一定会站起来。坤坤在成长过程中因为缺乏母亲的关爱，所以没有自信，而要拒绝毒品的诱惑是一定要建立起自己坚强的内心世界的。后续的治疗是要在坤坤内心里召唤出自爱与自信的感受。今天我让你回归到你最原来的样子。在这上面还记录了你什么样的情感？坤坤，看看你自己，这是真的我自己，我爱我自己，我要为我自己唱一首歌。心情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心念到。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训练，告诉他自己是最重要的。爱别人之前一定要先爱自己，爱自己有很多途径，要为首先去欣赏生活中自己的美，然后为自己喝彩。坤坤进入阳光家园已经两个月了，她从一个衣衫不整的邋遢女人变成了一个爱美的姑娘。坤坤的进步让李萌松了一口气。李萌采取的治疗方法的特点是为戒毒者模拟出一个家庭关爱的氛围，让他们在这个氛围里培育出自尊、自爱和自信的内心状态，来抵御毒品的诱惑。坤坤的进步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例证，说明这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治疗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这天家园安排了一次临时性的突击尿检，坤坤的试纸被发现呈阳性反应，这说明他最近偷偷复吸了。李萌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到底是他采取的心理治疗方法出现了问题，还是在坤坤身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经过多方打听，他了解到了坤坤复吸的原因。原来坤坤跟同是戒毒人员的副班长赵青恋爱了。由于坤坤的母亲希望他找一个没有吸过毒的人结婚，所以极力反对女儿跟赵青的恋情。苦恼之余，坤坤陷入了复吸的泥潭。所有的情感都是应该被祝福的，蛮横的不让他在一起，这势必会造成他们同病相怜，然后抱得更紧，伤得更重。哦，你一下进来啊，哎，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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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对女儿的爱情持否定态度是导致坤坤复吸的原因，所以坤坤必须争取到妈妈的支持。他说得很实在的，就是你女儿的一些情绪是受你的感染的。嗯，对，也是有我影响。因为我知道天底下对家庭最忠诚的只有孩子，你把你的女儿重新又抱在怀里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哎，告诉他，这个位置是妈妈给的支持，一个人的脊梁不直了，没有了妈妈的支持，他会总感觉身上很沉重。我不像杨丽丝。我不会的，我一定会重新做人，不会让你再操心了。和母亲这样的一个沟通练习，事实上，坤坤至少已经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和妈妈对话，不是以往的敌对，而是共同的商量，还有妈妈并不是把他放在对立面上的，妈妈一直是他身后的一个坚强的后盾。这些障碍有可能它都代表着你的不确定的影响你戒毒的这些阻挡你的东西。打针给我，打针给你们谁阻挡不了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很棒的，还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持着我，我以后不会再这样胆怯了，我会加油，做得更好。李萌采取的以强化家庭关爱来降低毒品依赖的心理治疗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年多来，员工中的复吸率一直保持在了5%以下。像花溪阳光家园这样的阳光企业，在贵州省内还有将近200家。我们想呢，到今年的年底再建一批阳光企业，使所有的社区的戒毒康复人员全安置，其中集中安置的人员呢比例要超过50%以上。在苦难里挣扎求生，建造希望之舟；在病痛中白手起家，独自艰苦创业。这是两个吸毒者奋斗的故事，这是两个灵魂的自我拯救，这是光明与黑暗的角逐，这是生命与死亡的较量。